12月25日，叶问4曝光了一组叶问李小龙师徒海报，并配文致敬叶问李小璐合影，跨时代重温师徒情。甄子丹、陈国坤再现一代咏春宗师叶问与徒弟李小龙的珍贵合影，时代影像跨越时空，仿佛一瞬间回到了那个年代，功夫热血油然。电影中师徒同框惊艳出手，让中国功夫走向世界。照片中甄子丹和陈国坤神还原叶问李小龙师徒，再现两代功夫大师合影。在电影中，叶问李小龙师徒坚守立场，一起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，也让不少观众感动。师徒二人联手，让世界看见中国功夫的实力，真的太牛了。不少网友说道，很震撼的一部电影。甄子丹和陈国坤真的是神还原了李小龙师徒，太漂亮了，一定要看了。